我为咗高基街已经冇灯光夜市啦，就好似今日去嘅呢间店咁，佢都开咗好多年。但系而家已经唔俾食啦，所以我今日去睇下佢有咩新嘢噶。佢隔篱呢度有一大片长陈皮长陈皮长，佢系陈香跟蓝宝呢个重点嚟嘅，就系由一嚿新嘅陈皮斩，就一个15年嘅老陈皮喺入边，咁样落入去嘅，就系牛筋同牛腩啊，又乜嘢？就有枝竹开盖啦，喂！好香！哇，佢啲牛腩肥瘦均匀，啱落锅，佢未煮腍，但系佢。 好入味，就好似煮咗好耐咁。食完啲唔香牛杂，吞完之后，个陈皮味先会慢慢散翻嚟。我听到路过啲人话好香，牛筋要再煲煲，会唔会特别？